你们到底在这干嘛？采这个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有的是小蛋菜，小蛋菜，还有这个石鳖。哎，这个调味很棒哎。它就是比较小一点，对，迷你的，对，很嫩的。这好像这个肉很赞哎。我觉得很不错。每周日晚上8点，8大第1台27频道，詹姆斯出手料理，台塑石油九五加。